打乒乓球了呀？今天天不好。不是我拿着球，他也不打。找小伙伴找不着了吧？今天有点阴天呢。瞅这架势，不是要下雪就是要下雨。球。这个是谁的拍子？这是我上姥姥家拿的。姥姥的？嗯。能打吗？能，陪你玩会儿。要下一公的又看你我有多喜欢你，爱要一点一点强力给你才不回你，我的家心里面藏着惊喜，想在你怀里融化的秘密，最大的秘密就是把甜品分享给你。跟我姑娘玩完去超市买了点干豆腐豆芽啥的，回家想做点酸汤肥牛吃，俺家里还有点料，正好这天儿冷，回家暖和暖和。菜洗完了吗？洗完了。这是啥呀？看看。肉卷先拿出来给它焯上，我们家今天吃的是变相的火锅。哎，我好像有点发烧了。嗯，今晚有这么硬的菜。汤有点多了，变成火锅了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什么肉？牛肉。牛肉。嗯。妈妈。嗯。今天这碗饭太丰盛了。嗯。汤好喝啊。嗯。喝第二碗了。嗯，可好喝。我这里头全都是今天锅和豆芽。嗯。那为啥你不吃肉呢？不想吃，吃多了长胖了。